一只12周大的红毛猩猩宝宝，因为妈妈没有办法喂养它，人类为它找了新家，交给了英国的猴子救援中心收留。而鬼灵精怪的表情也融化了一票网友。新闻最后一块带您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